永远不会在古老而漫长的岁月中被磨灭。爱，放弃那些蝼蚁的性命，结束天地之律的无序扩张，杀了他们！魂剑相与，你当然可以选择相信我。众星如火。尔等小小凡人，竟也想与明矮作对，神和人怎会一样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BD 还有 Discord。今天在天地节，佑神在您的微信官方公告了新一零巴艾尔的天赋追选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能力吧。狮子御风，那属性是炎。天赋的部分，招星神将。那主动攻击的时候呢，物攻可以提高8%到15%。那自身跟周围2到3格友方主动攻击，那他每对一个目标造成暴击，那可以获得1层灵灰。然后如果击杀目标的话，可以获得7层的灵灰。那灵灰最多可以叠加到14层。那你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如果携带不少于7层的灵灰，消耗7层的灵灰，让自己自身17格内一名已结束行动的其他友方再激活，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再行动一次啊。好，这个是让人家行动的一个技能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的，因为比如说你的兵力已经行动结束了，那这个时候你的国师有7层灵灰，然后又让兵力再次行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这次的大奖哎。好，那而且可以最多叠加14层，有2次，可以到2次，14层行动结束，就下一回合又可以再一次，我觉得这还蛮强的哎。等一下，他这边有写间隔是3到2回合触发哦，3到2回合触发，只是说你最多可以叠加14层，但是你 CD 最多就是三。也就是说 ，OK， 那这样 OK 啦，要不然他每一回合都激活一次，太过分了。CD 是3到2。好，那绝学的部分，天令破灭，那这招是主要是无视护卫，然后并攻击单个敌人，造成 1.5 倍的伤害。对战之后恢复伤害数值50%的气血哈。好，这个就是他的单点技能的一招了。好，因为一个绝学神隐绝杀，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.4 倍的伤害，暴击率加 20%。如果击杀目标，行动结束的时候，可以为自身及10至7格内的友军施加击二，持续2回合。那击二的 buff 是伤害加 20%， 这个就有点像李逍遥的天剑的那个效果啦。我觉得这个 buff。帮国师降了很多分，所以这招看起来应该都会带的。对，看起来应该都会带的。好，再另外一招流刃风行，那这招是范围技，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 0.5 倍的伤害。那攻击前呢，每移动一格，暴击率会提高 4%， 那最多可以累积到 20%。那你战后可以和他获得移动2个。你看，我多移动一个暴击率提高，然后又可以再移动2个走出去。好，再来是被动疗心。那疗心的被动是获得浴火哈，就有点像林格的或者心莲的那个 buff 哈。那浴火的效果是火属性免伤加80%，加80%。那 CD 是2回合触发，击杀后呢，如果你击杀敌人，可以立即刷新冷却哈。这个实在是，但是。它的限制就是火属性才有免伤80%，也就代表说，打火创、火灵脉，或者是火的九路塔。那当然可以调回火 BOSS 再放这一招被动，不过通常这个被动看起来就必带了。
不过只有火属性啊，所以还是看状况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80%很多哎、欸。好，那还有阵法哦，通常有阵法的角色哈，应该都是大奖啊，通常。好，那这个阵法的效果是要上阵咒师跟助友，然后我方上阵的物攻跟物防，法攻法防提高15%以外呢，伤害可以提升到8%，那暴击率也可以提高到8%哈。那这个是不用什么限制的，但是他有讲两个范围内有一个其他友方造成的伤害会降低4%，最多8%，然后造成暴击率降低4%，最多8%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比较适合是，队友分散在各个战场都是一对一的时候，这个阵法就很有效果了。好 ，OK， 目前就这样啊。绝学的部分就参考了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带试炼鬼跟裸鬼，没有意外。那火系御风就跟当时主线剧情的 NPC， 我记得是一样的，好，那。实际的话，就等他上线之后，再来看看他的能力表现如何吧。那目前看下来，我觉得国师的技能跟天赋，这个让人家在行动这个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我觉得光这一点，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抽了，真的蛮值得抽。那个灵辉这个太过分了。好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。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，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